欢迎收看无线七点半一小时新闻，我容嘉耀。今晚的主要新闻有：有89人出席，有89位赞成，全票通过。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立法会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星期六刊宪生效。中电一条电缆由电塔跌咗落路面，打断一支灯柱，又击中驶经嘅小巴，冇人受伤。新闻嘅详细内容，立法会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有89人出席，有89位赞成，全票通过。法案以89票赞成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三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亦都罕有投票，由政府提出的91项修正案亦都全部获得通过，结束合共近10个钟头审议，条例星期六刊宪生效，正式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程序。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三讀通過之後，罕有感到立法會大會回應，宣布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今個星期六正式刊憲並且生效。今日是香港的歷史時刻，是香港等待了26年8個月零19日的歷史時刻，是特區第六屆政府和第七屆立法會終於共同完成光榮使命的歷史時刻，是香港特區共同譜寫光榮歷史的驕傲時刻。我們履行了《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憲制責任，完成了歷史的使命，不負中央所託，不負國家信任。我將簽署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法案，我將條例在23號刊憲公布實施。而立法會主席梁君彦破例投票，說要彰顯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的理念。作為立法會主席，我一般情況都不會投票的，然而今次基本法23條立法並不是普通的本地立法，而是關乎國家和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和福祉，茲事體大，因此我今日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破例投票，和大家一起見證全體議員全票支持三讀通過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彰顯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的理念。至於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感謝中央機構的支持和行政長官的帶領之下，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我而家的心情可以話係百感交集，一方面係終於有機會可以看到23條呢個我的親生仔出世，固然是非常興奮，但係同時又因為呢條條例其實經過了咁多年的折騰、嘗試、難產。到而家先至可以出世咧，亦都感到係有啲嘅感慨。除咗係特區政府同埋立法會嘅努力之外咧，最重要係特區市民能夠明白立法對香港繼續繁榮穩定嘅重要性。而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商界表示歡迎。地產建設商會話，立法有助締造穩定而安全嘅營商環境，令商界可以專注經濟發展，推動香港整體進步，有助進一步提升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廠商會話，立法為困難香港近27年嘅問題畫上句號，俾香港發揮一國兩制嘅優勢，期盼各界今後聚焦加快發展。至於立法會早前二讀辯論條例草案的時候，除了主席梁君彦，其餘88個議員都有發言，看看不同議員的講法。恢復《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今個月8號首讀，不夠兩星期完成了逐條審議，進入最後的程序。全體89個議員全部出席，除了主席案例沒有發言，其餘88個人都有發言支持立法，包括2003年以保安局局長身份推銷23條立法，現在改以議員身份支持的新民黨葉劉淑儀。這次的國家安全立法呢，比起我21年前的時候處理呢，是肩負更大的責任。我很高興今天我們走到這一步。部分用英語發言，包括民建聯李慧瓊，說要國際社會更加了解立法。National security law is important to one country as that to the other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entury.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e Chinese sovereignty. 亦都有議員用普通話發言，代表新來港人才支持立法。我和同事曾經連夜協助80多名香港中文大學內地籍的研究生，通過陸路、水路，逃難般的撤離到了深圳，實在是不堪回首。各個政黨亦都表明立場。本人同工聯會一貫全力支持立法。本人僅代表自由黨同埋我哋代表嘅各業界，堅定支持。大部分議員發言5分鐘內完成，未有用盡10分鐘嘅上限。大概喺10年前，我得悉到一啲立法會當時嘅同事曾經秘密咁接受外國力量嘅安排，研討如何去挑戰政府、製造麻煩。為的就是要癱瘓社會、立法會和政府運作。任何的政府要動用國安法，其實是一個極少數的情況，亦都可以說是最不想出現的情況，因為是一件很丟架的事情。背後的用意只是希望盡快的保障廣大市民的福祉，並不是打算是隨便的去捉捕大家。香港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之下，大家可以更放心去開拓我哋嘅發展大道。現在雲霧已散，大家亦都係時候放下心中矛盾。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答辯嘅時候，重申立法可以完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香港自行訂立一套包含罪行、執法權利、程序同埋措施嘅完整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將會為全面係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提供堅實的保障。二讀辯論用了大約7小時。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是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本線記者劉俊玉報道。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有181條條文，涵蓋5大罪類，最高可以判囚終身監禁。部分外界關注的罪行設免責辯護，但被告人或者要自行提供證據證明。五大罪類裏面，控罪元素都要涉及有意圖，大部分是指危害國家安全。若果勾結外國勢力，一般會罪加一等。刑罰最重的包括叛國、叛亂和勾結境外勢力來損壞、削弱國家或者港府的公共基礎設施等等，全部最高可以判囚終身監禁。要留意的是，叛国叛乱罪涵盖意图危害中国主权、统一等等，而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元素。如果有任何中国公民知道有人将会、正在或者已经叛国，除非大众已经知道，否则就要向警方举报，违者可以判囚14年。外界比较关注或者担心误堕法网的罪行，草案都引入一定的免责辩护。其中煽动意图罪涉及意图引起对中央、政府甚至居民间憎恨的行为等等，最高判囚10年。草案定明，如果他的意图是提出改善意见，就不属于犯罪。至于国家秘密罪，涉及有合理理由相信或者明知是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秘密等等，而非法获取、管有以及披露，最高可以判囚3至10年。草案引入可以披露的例外，目的是要揭露严重影响特区政府依法执行职能的情况，严重威胁公共秩序、安全和健康的事。不过同时要考虑它的紧急性、当事人有没有和是否采取替代可行方案等等。被告如果能够证明自己不知道是国家秘密，又或者已经将秘密交给警方等等，都可以免责。而不少组织关注新引入的境外干预罪就没有免责的辩护。不过政府就强调要符合3个元素才属于犯罪，
包括要配合境外勢力，例如參與他們策劃的活動，並且用不當手段，例如明知而對任何人作關鍵失實陳述等等，意圖干預或者影響施政，最高可以判囚14年。草案亦都定明，所有危害國安的罪行，被捕人的羁押期可以延長最多14日，可以限制見某個律師，甚至在指定的時間裏面禁止見所有律師，由法庭去把關。政府在修正案階段加入條文，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相關附屬法例，以應對新的挑戰。有意見就質疑等同容許任意立法，當局就批評是惡意炒作。其內容呢亦都不得超越主體法例所規管的事宜的範圍，同時附屬法例亦都會呢是交由立法會按照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去審議，立法會是可以通過決議修訂甚至廢除有關的附屬法例。他強調賦權是普通法下的行糾做法。無線電視記者陳間報導。政府一直強調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2003年嘗試立法但不成功，之後出現佔中、旺角暴動和反修例暴亂等等。基本法第23條列明，本港应该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回归5年之后，第二届政府启动立法程序。侵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是世界各地都不是常见的，可以说是几罕有的，跟一般市民生活是无关的。3个月諮詢期，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包括要求以白紙草案讓公眾就立法條文俾意見。有幾多人真係有興趣睇你個白紙草案啦？唔通話真係平時坐車嗰位的士司機、酒樓侍應啊，嚇麥當勞嗰個服務員，佢會拎住嚟同我逐條辯論咩？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頻頻錄區解説。你會相信咧，葉局長係冇呃你哋嘅，放長雙眼睇啦，各位。4日之後，時任特首董建華宣布修訂條文，加入公眾利益抗辯、取消警方入屋搜查權力等等，到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前夕再起變化。冇可能，我作為自由黨嘅主席，喺一個咁重要嘅法例之中啊，就係支持行政會議就支持二讀，而成個自由黨其他啲議員咧。就出嚟反對二讀，呢個我相信。時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辭去行會成員，面對唔夠票嘅危機，董建華凌晨宣布押後立法。葉劉淑儀亦都喺大約1個星期之後以私人理由請辭，條例草案最終亦都撤回。因為香港社會對呢項立法嘅具體條文仍舊有懷疑、有疑慮。為了使到社會大眾有足夠的時間了解和思考，我們決定撤回條例草案。之後多屆政府都表示會找合適時機立法，期間經歷多次動盪。人大常委會2020年6月制定港區國安法，特區政府同日公布實施，但是未全部涵蓋23條的所有罪類。現屆政府在今年1月30日宣布展開立法工作。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仲会报道。12港人案两个被告就刑期上诉得席，当庭释放。日本中央银行结束超宽松货币政策，17年以嚟第一次加息。翻嚟7:30新闻时间，元朗坳头交汇处有高压电缆喺更换工程期间由电塔高处松脱跌咗落地，压毁2支灯柱以及击中一架行驶紧嘅小巴，冇人受伤。而附近68户嘅供电一度受到影响，有工程师就估计涉及人为疏忽。行车记录片段见到电缆同灯柱坠地嘅一刻，差啲击中一架的士。被电缆击中的灯柱几乎齐口断开，事发之后被移到路边。其中一条松脱的电缆电线散开，中电工程人员爬上电塔顶进行检查和抢修。从网上图片见到，电缆一度横卧在青山公路潭尾段元朗方向的天桥，阻碍一条行车线。事发在中午近12:30。
中电发言人话，承办商当时为400,000福特供电系统进行架空电缆更换工程，一条冇带电嘅电缆下坠压毁灯柱，并击中一架驶经坳头交汇处嘅小巴，司机同十个乘客都冇受伤。另一条11,000伏特的架空电缆亦都受损，附近68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到下午大约2点陆续恢复供电。中电就造成公众不便表示歉意，正是调查事故原因，亦都已经通知相关政府部门。有工程师说，架空电缆一般有10-20年寿命，形容事件十分罕见，或者涉及人为疏忽。一条电缆拉第二条电缆，用个缆夹去夹住它，咁會唔會個纜夾嗰度鬆脱啊，或者損毀啊，或者定係夾得唔好啊？呢啲亦都有機會。電力公司去做好多日常呢啲咁嘅電纜更換啦，咁佢應該有啲基本嘅 procedure 咯，那個工序咧。咁亦都啲員工咧就會訓練係熟習呢啲操作嘅。而事發之後，有駕駛者靠近電纜影相，會唔會構成危險呢？做維修保養嘅時就一定係刪電啦。咁但係如果發現有咁情況，咁大家市民唔清楚嘅，咁我哋如果見到啲咁嘅電纜咧，唔清楚係咪帶電的話咧，咁最好方法都係當佢帶電咯。咁所以應該就要遠離佢，就唔好行近佢嘅。佢建議日後更換靠近鬧市嘅電纜時，應該選擇喺晚上時段，並加強安全措施。無線電視記者陳卓康報導。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件續審。重返證人李宇軒作供，話黎智英助手 Mark Simon 曾經協助攞眾籌款項，而登報餘款亦都用喺重光團隊搞活動。第48日的審訊繼續由控方問重返證人12港人案之一的李宇軒。2019年8月 ，G20 攬炒團隊登報眾籌，得到180萬美元，折合大約1400萬港元。李宇軒2019年9月曾經發電郵俾眾籌平台職員，提到要修改提取資金人士的名稱。佢解釋當時要找美國有錢人作為志願者代收款項，避免有洗黑錢的風險。而因為第一位志願者收不到款項，而需要找另外一個人幫手。李宇軒說當時決定開公司來收錢，3日之後再傳電郵給同一個平台的職員，問是不是需要提供有限公司戶口收取眾籌的款項。職員第二日回覆說應該可行，問到公司的名稱和一個可以管理公司資金的人名。串谋者陈子华一个星期之后传电邮提供了 Mark H. Simon， 说是收款公司的义工，附上他的美国地址和美国汇丰银行户口号码等等。李宇轩又说陈子华填写义工应该是搞错了，又说他当时没有留意收款人的法律地位，因为只要安排到资金入户口就得。 G20 揽炒团队在多国媒体登广告，李宇轩说花了大约633万，陈子华垫资大约350万，其余270万就由自己垫资。黎智英同助手旗下嘅公司垫资咗大约16万，协助喺西班牙登报。控方展示咗重光团队网站全球登报制裁港共众筹活动嘅财务报表。李宇轩话交代咗 G20 揽炒团队众筹款项嘅用途，为之后重光团队再办众筹。登报之后剩低大约500万，用喺重光团队各地支持香港嘅活动。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12港人案其中两个被告就刑期上诉得席，获当庭释放。上诉人是郑子豪和廖子文，同为21岁。两个人原先被控在湾仔管有汽油弹等等的物品，之后潜逃企图偷渡到台湾。两宗案件先后判刑，当中潜逃判囚10个月，管有汽油弹判21个月。原審法官尤德康在汽油彈案判刑的時候說，如果知道兩個人已經服完刑，潛逃案的10個月刑期就會扣減刑期到16個月，建議兩個人上訴修補判刑缺陷。上訴庭裁定兩個人上訴得席，撤銷原有刑期，獲即時釋放。轉看一些財經新聞。港股跌超過200點，成交再縮減。
恒指低開超過100點之後，最多跌245點，收報16529點，跌207點，成交906億。藥業板塊受壓，藥明康德和藥明生物跌 5%-7%， 理想汽車旗下新車訂單未如預期，股價跌 7%，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東風集團回吐半成，油價升到四個月高位，中石油和中海油升超過 1%。 看完歐洲三個主要股市的表現，英國富時100指數跌17點，法國 CAC 指數升18點，德國 DAX 指數升9點。日本中央銀行宣布結束超寬鬆貨幣政策，17年以來第一次加息，而日元匯價不升反跌，跌到150對1美元的水平，而每百日元對港元在 5.2 水平徘徊。日本執行了8年的負利率政策告終，日本央行議息之後，委員會以7-2的票數通過，將基準利率上調至0-0.1厘的區間，是17年來首次加息。行長直田和南表示，超寬鬆貨幣政策的任務已經完成，日本經濟溫和復甦，薪酬和企業盈利持續得到改善，依家是適當的時機調整貨幣政策。他預計今年通脹率將會高於2%的目標水平。有分析說，調整政策已經在市場預期之內，日元匯價短期會維持偏軟的格局，但要留意日後利率走勢。如果日本當地的通脹有機會加劇升溫的話，可能日本央行呢迫於無奈下，我想都要可能進一步加息。日元後市來計，如果你單獨以日本的角度來計，日本央行是不讓它跌破152，再加上來緊大家都可能下一步會炒這個的日本的結束這個的 QE， 所以變成你都可能對日元始終都有利居多的。由負利率走進零利率時代，日本央行同时宣布退出知识曲线控制，停止购买资产，包括是日股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和日本房地产信托基金，并且减少买入商业票据和公司债，但就会继续购买国债，重新会继续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必要的时候将会考虑各种的宽松政策手段。日股早段下跌，议息结果公布之后逐步回升，以全日的高位，并且收复40000点收市。无线电视记者吴洁晶报道。一节最新消息，港澳办话完全支持和热烈祝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顺利通过，相信将会筑牢安全根基，加快由治及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还有时事中国。欢迎收看《时事中国》。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连续第二日在湖南省考察，今次亦都是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之后第一次到地方考察。习近平今日转到常德市，先到常德河街了解历史文化街区修复利用、城市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的情况，之后到位于鼎城区的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他強調春耕對確保糧食安全尤其重要，各個部門要充分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而習近平昨日已經到訪長沙市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城南書院校區，以及當地一間中國和德國企業合資從事電池材料和技術開發生產的公司，了解當地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情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结束访问新西兰，外交部公布新西兰贸易部长麦克莱将会在下个月访华。新西兰外长透露，总理卢克森亦都将会在不久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新西兰期间，分别同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外长彼得斯和贸易部长麦克莱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说终身同意加强经贸等各个领域合作，又公布麦克莱将会在下个月访华。双方商定，新西兰贸易部长将于4月访华，继王毅外长访新之后，两国外长将于年内实现互访。双方同意进一步开展高层交往。
而路透社报道，彼得斯星期二在媒体吹风会上透露同王毅的会晤非常愉快友好。在麦克来访华没几耐之后，卢克森亦都将会访问中国。新西兰总理发言人就话，卢克森已经获邀访华，但是仍未敲定行程细节。若果成行，将会是卢克森去年11月上任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彼得斯又说，王毅在访新期间对新西兰可能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合作关系表达忧虑。彼得斯认为，就算新西兰加入相关合作，亦都不会影响同中国的贸易关系。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转抵澳洲访问，外界关注中国会不会取消对澳洲葡萄酒的惩罚性关税。叶子华在澳洲坎培拉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完成两日新西兰访问之后，就展开两日访澳行程，首站是首都坎培拉。中國是澳洲最大貿易夥伴，2022年兩國雙邊貿易額達到2209億美元。中國對澳洲主要出口機電產品、紡織品和玩具等，進口鐵礦石、煤和大麥等。而2020年起，中國對多項澳洲商品實行進口管制，包括煤炭、大麥和龍蝦等。而2021年3月起，中國對澳洲葡萄酒加徵最高達到218%的懲罰性關稅。去年11月，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访华破冰，今次王毅就是时隔7年之后再次访澳。阿尔巴内塞早前说，和王毅会面的时候议程包括讨论葡萄酒关税问题，通过经济或者是人员的来往的一个恢复，希望可以对整体的两国关系能够起着一个比较正面意义的一个改进。而去年中國已經全面恢復對澳洲的煤炭進口，澳洲學者認為加強同澳洲煤炭、鐵礦石等的商貿往來，有利中國經濟復甦。Australian coal, which is very good for the industrial process, had to be provided to China through a third party, which of course increases the price. So direct trade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On iron ore and coal is better for China. 王毅访澳期间将会同澳洲外长王英贤举行第七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在澳洲坎培拉报道。河北邯郸一个初中男生日前遭三个同学杀害并且弃尸，警方话调查之后认为是有预谋犯案。有内地律师估计，这宗案件将会成为内地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之后第一宗案例。案发超过一个星期，河北邯郸警方成立了由60多人组成的专案组侦办。警方说，疑犯在案发前一日和当日都去过埋尸现场挖掘，认为他们是有预谋犯案。从这个报案到现在，昨天那个尸检结束，是有很多证据，这个证据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个案子肯定要办成铁案，每一个细节咱们都要仔细的调查。死者家属委托的律师就说，法医在验尸的时候正是在头部已经发现至少10处伤口，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惨无人道，令人发指。他是不置孩子于死地，他是绝不停手这样的状态。事发在今个月10号，13岁的男学生同同学外出之后遇害，并且被人弃尸在荒废菜园。警方随后拘捕了死者的3名同学。内地在2021年3月实施刑法修正案新增条款，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规定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人，若果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之后，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内地律师就说，警方未有透露疑凶的实际年龄，但由于3名疑犯都是死者的同学，估计同样未满14岁，因此有可能成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之后第一宗追诉案件。律师又说，刑法明确规定死刑不适用于未成年犯，而且追究未成年犯刑责的时候应当减轻处罚，认为3个人最重只会被判无期徒刑。无线电视记者陈雪怡报道。
北京市长殷勇说，北京将会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北京市长殷勇说，北京会着力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提升整体营商环境。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发挥北京优势，加快推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生物制造等一批标志性的项目，巩固扩大在人工智能、高级别自动驾驶等行业的领先优势，着力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针对企业过去反映了说我们部门的政策多啊、操作难等这些问题，我们探索应用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集成各类政策，向企业精准推送，让更多的政策能够直达快想，免生迹象。在改善民生方面，北京今年将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70,000套，竣工各类保障性住房80,000套，着重解决好新市民、年轻人和一线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那么在这些住房的位置选择上，我们优先选择在地铁的站点的周边，他们工作生活的园区啊，产业园区的周边，包括这些配套设施比较好的地区。今年我们计划推进20个城中村的实施改造，一种就是拆除新建，一种就是整治提升，还有一种是拆建结合，来集中这个中心城的重点地区，还有一些生态的关键节点，集中打一次攻坚战吧，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照护支持，面向3岁以下幼儿新增普惠托位10,000个。殷勇又说，会提升北京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和巩固提升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内地近日有人利用 AI 技术制作多名已故艺人的 AI 复活片段。由内地律师说，这些影片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家属同意，有可能侵犯已故者的肖像权。我是 Coco 李玟，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能感受到你们无尽的爱和支持。大家好，我是周海媚。感谢你们。内地社交平台近期不时见到由网民利用 AI 技术制作的已故艺人片段，不过这些影片大多数是未经家属同意。近日有家属说不能够接受 AI 复活影片，要求下架。内地民众怎么看呢？可以帮助我们跟想见却见不到的人见一面，聊个天啥的。万一有人用照片做一些视频进行不法生意，这都是有可能的。内地法律学者说，如果未经亲属同意就利用 AI 复活，有可能侵犯先人的肖像、名誉等等。又说法规要求 AI 技术提供者在用户利用人脸人声编辑影片时，要提醒用户需要取得同意，但是由于用户数量庞大，所以执行上有困难。我们希望呢，这个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的这个提供者能够承担起监管的这样一个抓手的义务。在用户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上传的是一些名人的这样敏感个人信息，那你很显然他是没有取得授权同意的，就做一些相关的屏蔽和处理。他又认为当局未来应该划定红线，即是要求技术发展不可以超出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是公民个人权益保护的底线。这是时事中国评论，来到最后一节7:30新闻。本港去年第四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4.3%，而去年全年经济增长3.2%，所有服务活动合计的增加价值第四季按年升5.5%。其中運輸、倉庫、
郵政速遞服務錄得近32%增幅，批發和零售業亦都按年升近20%，但比第三季升幅減少超過4%。住宿及膳食服務亦都比去年同期升15%，不過金融和保險業就按年跌0.5%。總結去年全年經濟增長3.2%，當中服務業、建造業、製造業和電力等都錄得正增長，而農業、漁業、採礦及採石業以及產品稅比前年分別跌2.7%和10.4%。國際方面，美國司法部等的高層官員在當地星期三將會在參議院舉行閉門簡報，推動參議院通過要求 TikTok 和中國母公司剝離的法案。《華爾街日報》就報導，中方暗示寧願 TikTok 在美國被禁，亦都不願意將它出售。路透引述參議院一個委員會的助理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和司法部的人員星期三會出席由參議院商務及情報委員會主席等人主持的閉門簡報會，討論有關外國企業利用美國用戶的數據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風險，要求參議院通過法案，強制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剝離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據報美國副司法部長莫納科只是想推動美國的投資者收購 TikTok， 而不是全面封殺 TikTok。莫納科警告 TikTok 會被要求向中國政府披露用戶和演算法等的資料，意味中國政府可以透過 TikTok 影響美國人的政治取態。彭博引述 TikTok 回應說，公司從未披露用戶的敏感資料，亦都不好像其他社交平台要求用戶披露真實姓名、職業等的資訊，又說這些敏感資料都儲存在美國公司甲骨文的雲端伺服器，無論是中國或者是美國政府都無權干擾運算法。眾議院上星期大比數通過 TikTok 剝離母公司的法案之後，美國前財長姆欽計劃合組財團競購 TikTok， 市傳收購作價可能超過$1,000億。不過《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指，中國政府已經向字節跳動暗示寧願 TikTok 被美方封殺，亦都不願意公司被出售。字節跳動的高層將這番話解讀成，如果試圖出售 TikTok 將面臨監管障礙。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日前在專欄表示，只要字節跳動態度強硬，寧可關閉 TikTok 亦都絕對不賣股，就會對法案的通過過程產生反向壓力，美方屆時就要面對真正将 TikTok 从美国应用程式商店下架所意味的政治风险。无线电视记者陆子琪报道。中欧国家斯洛伐克一个观光小镇近日有多个人被熊袭击受伤，当局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马路上狂奔，迅速扑向人群。斯洛伐克的观光小镇利普托夫斯基圣米库拉什星期日有熊在住宅区逗留大约20分钟，并袭击途人，造成至少5人受伤，包括一名伤及头部的72岁男子和一名被抓伤的10岁小路女。当局宣布小镇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居民提高警惕，不要离开住宅区，尤其在清晨和夜晚。又說已經派出由獵人、警察和野生動物專家組成的6個持械巡邏隊伍在附近找熊的下落，呼籲居民保持警惕。今次並非當地第一次有人被熊襲擊，一個31歲的白俄羅斯女子和一名29歲男同伴上個星期五晚在小鎮附近山區的樹林中散步時遇上一隻熊，兩個人分頭走避，最終救援人員在峽谷的底部找到那個女人的屍體，又在附近發現一隻熊並開槍將它嚇走。當局初步調查說，死者是被熊追趕導致墮崖身亡。環境部門說，斯洛伐克近年熊襲擊人類事件頻發，而且呈上升趨勢，說當局已經釐定一項草案，允許在特定的情況下在郊外將熊射殺。無線電視記者陳偉山報導。